好，我们今天要玩的是这张江阴意大利象战改，应该吧？然后他说是超大型地图，我们刚玩了一场，是真的非常的大，爆肝大。然后还有一个可以无限购买火灵物的点，太 OP 了。基本上我前面三四局都躲那边，都是垃圾点的。然后待会第一局进去，如果是僵尸，就稍微来逛一下地图。我可以看到这里是，好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先变僵尸。我让你去看地图啊，对不对？先看地图，来，你看到这地图是非常的大，这是意大利巷战的外面，哇，它把它改造成一个很多栋房子，然后这个房子还有窗户，还有二楼、三楼、四楼，然后可以从上面跳楼，然后这里有不同的房子，里面有箱子，然后这是水泥车。哎、欸，屁啦，正对一堆窗户。房子内部我们就不多看了，这个应该是作者的想法。哎、欸，你灭那么快，我没关系，我介绍完这边了，好不好？我介绍完这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前面的那发那个什么狂扇那个白痴白痴。然后现在这个地方是就是恐怖分子的地方，是家庭，哎、欸，长这样，不知道有没有做很多修改，我们稍微看一下。看起来是没有，就是挖了几个洞，放了几个箱子这样。对，没有错。这边是长廊。好、哦，僵尸在那。哎、欸，我操！猎魂加疾跑可以跳到最里面，如果没有的话跳不过去，但可以跳下去。跳下去可以，还会把你传到别的地方。A 加 W 贴墙会到另一边。啊？什么 A 加 W 贴墙会到另一边？我哪想？他就是说。水路跳那个，水路快速跳那个。哦，我知道怎么，他这里是封起来的呢。对啊，没有那个要蹲跳，他走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啦。下去啊、哦！算了，没事。不会死啊，有一个翻动点。哦，是这样，跳过去哦。哦，好，然后嘞。然后就被卡。就这样。卡在这边。那里面就如果有兴趣的，自己去看一下。底下有手点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铁金圣接招。哦，底下有购买区哎，让。欸，这个下去是不是会死掉？不会，我在最下面呢、欸。最下面会死吗？不会，不会啊，不会吧？我靠，这是一个超长的手点，有病吧？这么长？我已经下来一遍，我已经下来一次。啊，这是跳不上去啊！后面怎么上？后面跳不过去，这里是空气墙。我已经回不去了。是上不去了吗？回不去啦、啊！这个上不去了。没有啊，可以啊，自杀就好。哦，回来了，太棒了，传送回来了。啊，我们用飞的比较快哦，好像没有比较快，就快一点点。这个人好像没看到我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没事。有用，好飞、欸。这就有点尴尬。刚直接抓的哦。没事，好不好？没事。好像没有人看到我、欸，那我要抓你。没人看到我、啊，被爆头，没人看到我、啊，欸、拜拜，不要跟他们搞啊！哎哎哎，白痴，为什么又爆炸了？看你啊！好，这边是反恐，哦，反恐那边有一个狗洞，带我去看一下。你可心我举盾，然后他抓到我，我问靠，靠腰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因为可心是狗。白痴，这地图太大了吧？这一堆点、欸，臭，硬吧哦。太大了，这个人类真的要玩吼，赢不了。我觉得，你看到这边也是一个手点，他手点超级多，超级无敌多，好不好？这边是一个远端，非常像远端的远端，然后上面有一个洞洞可以进去，一格宽。这边有一个去你的旁边呐、啊，不要跟我洗在一起啊，敌人。这边有一个可以走到其他路的路。哦，这边也有。好，酒窖区我们看一下。嗯，就是完全没有改过的酒窖区。好好，白痴哦，你洗另一边啊，诸葛奇，你这边有改。他把它填起来。都公司填。好了啊，我就接下来我就懒得看了，有兴趣自己来玩这张地图。哇，你们都有公司，应该洗猪粉啊。靠腰，你看他在远，他在那个公寓上面也有放一个那个啊，那个购买区啊，然后公寓上面可以直接切来下一步。啊，我按到了诸葛群，我觉得他放太多的购买区，而且他地图太大了，放太多的购买区。靠腰，这里也有，
Oh my god， 这什么多点？太多了吧！打狗神的威力，你知道我多点完全看不完吗？等会你来那个反恐那个狗洞就知道了。哇操！哎、欸，这里也是个神点，这里也有购买区，太扯了。然后这里下来是一个水喷水池，为什么喷水池会在比较低的地方？这个咯，螳螂。对，就这样，差不多这样。反恐狗洞那边狗神死。对啊，反恐狗洞，反恐还有一座，烦。你嘿嘿，不要嘞，不会死啦。不要，我是娘炮，我不要进去。感觉我不要。你出来啊！你出来啊！好，我出来啦。来，你出来。出来妹。出来妹。哇，很痛！为什么会轰到？狗神是爆炸性武器啊！好痛，好痛，不行！你要走啦！不行！干，这样子抓到！真的很轻松。贴墙，贴墙，贴墙！赶紧贴墙！干，只差十二。我以为你要狗神呢、欸。你看那个点，有些都很狗。狗啊！而且我们现在是人少的状态哦，如果人多哦。大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，然后诶、欸，又都是神器的话，我觉得是灭不太掉，人类胜率太高了。多数僵尸一多就灭得掉啊。嗯，僵尸多就有机会灭掉啊。那也要僵尸多，努力冲上去的话。难呐、啊。游客变僵尸。倒是远端这里反而没有购买区，就是一个蛮奇怪的。我大概记得信源的位置。远端基本上没什么改、啊。哎、欸，屁的、啊！远端上面有重生点。远端上面为什么会有僵尸重生点？太搞好笑！真的以为你这样？嘿嘿，哎、欸、嘿，不要跟我挤在一起啦，霸气！嘿、欸、嘿，拜拜，游客。嘿嘿，没差，我还是会重生的。好爽！哎、欸，对哦，爽屁哦！你以为这是救的僵尸英雄吗？没事没事，错了。你以为我会继续躲这边吗？你错了。没关系啊，你忘了吗？你现在被标记啊！为什么屋顶上面也可以走？太垃圾了吧！还想过来啊？奔他奔他，有个进来了。还想过来啊？还想过来啊？还想过来啊！不要个亲！还想过来，游客！游客！抓死他，游客！僵尸在冲他脚！神套，他这样抓不到，他这样抓不到。白痴啊！这里抓不到。他就智障呗，选到我们藤江还想从那里抓。嗨，看只会选藤江的废物。Go， 跳 ，Go。好、哦，这个藤江要再见。没有，他没死。快死！就剩他了。顶住，顶住，爆头，爆头！哇，有没有？你看我这个天数，哇，不想多说，直接一个精华。精一个头啊！真的，我各种神套哎、欸。不要再讲屁话啊！不要再啊，你看一下这边这个，如果我火灵物、喔，我就在这边一直刷了。我有赛道，僵尸僵尸，套套套套，你看各种人道，直接一个预判，都是赛道的，没有不可能赛道不可能赛那么多次，实力可以看得出那个差距。别放屁，都只是赛道，你今天运气比较好。这也有可能哦，但是也是有一定实力，好不好？就跟你哦，不行不行，猜错了，一直是那个猜的运气拿在这上面的。我知道躲哪了，拜拜。然后这边是一个盖亚手点，他说用以前的方法，那什么可以把人卡在一起的手点方法，就像以前的意大利巷战，大家都可以在这里用录影 bug 卡的，可能是进去之后他会传下来吧，我不晓得。然后大家就会卡在那边。好，就是这样，我要去先躲起来，先躲一个神点。好不好？这个管道神殿，只是好像会没僵尸。嗨，有啊，这个神殿呢、欸，不跟你调，跟你好小啊。
怎样啦？不然要去哪里躲啦？原僵尸欸，你看我在打僵尸啊！人类优势太大，人类真的优势太大了，有枪就不是问题。哎，这个下去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你下去啊。哦，没有，这个下去是那个一个大型的水路，靠腰啊，就是左右，然后可以进去，然后这里是一个水路。那你进来没？你赶快下来啊！在上面呐。那你不会下来哦？下来，这里有水路哎。他应该下去找你。不可能。不见。他不见。我们去躲远端好了，还是你要过去那边？我们去找枪手，走。实况组就是要敢冲嘛，对不对？好。走。为什么他在那个？他在上面，他在屋顶上面。来，一个神套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在那边定，在那边神套是不是啊？对啊，就是因为你有定呢、啊，我就预判一下位置对了就丢过去啊。他妈被玩成那样，跟我说你要预判。各位观众有没有看到，这就是实力的差距，好不好？放屁，靠队友，靠队友。前面要不是因为前面几局我在看地图，我现在一定是第一名了。不要再屁了，真的，一个血滴子就可以了。哦，觉得这部影片有技术的按个赞，没技术也要按个赞。对，只有按赞这个选择，然后等一下就会发现一堆烂。操你的！